完成了休止的就是前面的两个步骤，今天会重讲啊，那我们会把那个内容啊很仔细的再每个字啊，确保再重教一遍，是确保你会的啊。然后呢，我们每堂课都有录音，在中学如果你是错过了的课，可以听回录音，过后呢再寄个小短文给师傅，显示你已经懂了。那么我们这边的老人家老菩萨啊，如果你写字困难，你按着麦来录音讲啊，我大概会了什么啊，大概有给我知道你会就成了的了。因为呢，师傅要进行退费的哈啊，你完成了八堂课要把钱退回给你，所以你要就是确保有上到。那如果是不能的话呢，你可以在下29期的时候补回那堂课这样。好，来，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呢，好，那就是呢，休止之后还有休观，OK，好，休观，然后呢，还有就是力缘对境修，有力缘对境修，那力缘对境修是日常生活如何修？第六呢是散发，散发就是如果你本身有很好的禅修的底的话，你会有一些身心的变化，我们提早让你知道啊。第七呢是觉活，觉魔呢其实就是走火入魔。那么很多人打坐啊，怕走火入魔，所以呢，我们就干脆告诉你走火入魔的情形是如何的。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怕了了。好，OK，好。那这边顺带提提，就是呢，大体上有三类人呢，哈，不适合参与，就是几个小时以上的打坐哦，就1个小时以上，甚至半个小时以上都不适合的。第一就是精神分裂，第二就是有重度忧郁症。这两类人不吃药跑来打坐治好，不能够，一定要治疗好。然后最后一样呢，就是有跳痛经验的人。好，那么这类型的人呢，如果你是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师傅。好，那么我们这个课啊是偏重理论课，那么呢不会要求长期的打坐，还可以。但是这个课啊都是准备同学将来哈，你可以去参加密集禅修。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必须要跟师傅谈一谈，好，知道吗？好，不要出事情哈。因为呢，你如果是其中一类啊，出了事情之后，那么师傅的招牌就师傅就要关门大吉哦，没有 MCO 都要关门了。有人讲哦，有人参加开心法师的进度班，然后呢就是走火入魔进医院，那我这个招牌就完蛋了。好，同学知道吗？好啊，所以呢，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哈。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呢。好，接着下来呢，就有提到第八是治病，治病啊，简单来说，静坐啊可以教你如何医病的。第九就是正果，正果就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哈。因为呢，我们在第一堂课，每一个人都有提到你学静坐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多数的人是减压的，好，那么呢，其实我们这批同学啊，比较独特一些，就是因为样子啊，蛮多都是中年啊，甚至是老年哦。应该啊，我的静坐班那么多批哦，是你们这批最多老人家了。对呀、啊，这批是最多的。我看几个先，一个 OK，60岁或以上的请举手，这是乐龄人士了的，60岁以上 OK，一二三。四五六，哎呀，半搭哈，OK，好，给放下来了啊，OK，好，半搭对半搭。那么课程完毕啊，哎，你们年轻的哦，播到时间的话，就抽10分钟多一点点，对他们复述，要帮我重教一下，好啊，OK，好，说大体上是这样的情形哈。好来，那过后呢，就是所以呢，如果是老菩萨就是学静坐的话，对不对？好来，我顺便也提一提，这边谁是念阿弥陀佛的？请举手，念佛的，一位哈，两位，三位，OK，好，没问题的，同学，基本上可以放下来哈。基本上呢，我们静坐入门呢，它是一个最普遍性、最通俗性、通识性的东西。任何的法门学这个静坐入门呢，都可以 match 得到。它原因就是因为哈，都可以干得到。原因是因为它的理论呢是很普遍性，任何法门都需要到的。啊，所以呢，大体上就是，不过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学观呼吸哈。你如果是终身念佛要去极乐世界的话呢，可能呢哈，你主修是就是念阿弥陀佛哈。那么呢，过后你可以把主修、副修把它理清，那个为主，那个为副这样哈。然后呢，
其他的人呢，就因为看样子都不大想赶着去西方极乐世界，应该就是学安般念静坐，然后过后啊，让自己啊可以在这个 MCO 安然的度过和面对一切，这个就是你学，这个啊，就是在静坐入门可以办得到，而静坐入门呢，也是未来让你可以啊学气功的一个基础来的，不过只限 KL area 的人才能够那你可以多学些方法，那么呢过后你就可以身体更健康，更容易达到静坐的目的，这样子好，那就然后过之后告诉同学就是呢，那么呢教了同学这课之后接下来下个礼拜开始呢，你可以选择拜五或者是礼拜，然后呢 online 参加共修，然后呢学习就是能量运动，这个能量运动都在拜五和晚上和礼拜的下午教，让你多一些技巧可以延长你打坐的时间，这个呢是给同学晓得的，最好是给至少参加3次那么呢就在你毕业之前，你已经掌握到方法，最好是可以在打坐得到平静，这样的话呢，那么你毕业就很值回票的了。那么对于呢念佛的人，你应该是念佛可以念得更好，这也值回票的了。好来，同学，接着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了好，那静坐入门呢，我们现在第10就是参考了同学，这个参考录了这个参考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以前有学过静坐的话呢你可能会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静坐的东西学习不是没有根据的，不是凭空捏造的，所以呢，你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时候，你比较懂得说我的学习根据是什么？我是跟那个老师学，你就有的来讲，这样子就是可以说破自己原来我学的是正统，是正规，是按照什么老师的那这个对于年轻一点的人呢，你又在佛教界走走的话你就会这个是对你来说是需要的。这边谁呀？这个静坐不是你不是第一次跟老师学，你曾经有跟过别的老师学过的，举手一下。一位，一二三四四位那么多。OK，好，来，那你们有学过的话呢，你们就要知道你们的传承跟是什么老师，这类跟师傅的又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有 reference 的，主要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只要学的传承是依据清清道录记载的细节来修的，给你们想的。好，来，同学，那我们呢现在就直接就回到来就是这个部分，那就是方法的部分，方法篇的部分同学基本上今天重新再讲方法，同学你应该有3份讲义，请你把这份方法篇把它拿出来，然后呢，你如果是身上待会要你画要你画跟写的，所以请准备一支笔，还有呢就是一支荧光笔请你现在准备，还有同学确保你要穿长裤因为今天禅修你可能要秀你的盘腿给我，结果你穿短裤，尤其是女性，我们有录影的请你换一换裤子，给你1分钟去找一支笔。一个荧光笔，还有换长裤这样子同学，你的椅子最好不是我们有一些同学的背景我放的是北极光当然那个静云是放北极光他就在北极光逐渐消失还蛮浪漫的看到吗？有一个是他放北极光做背景同学你的可以放背景的，尤其是你的背后是挂着衣服或者挂着扫把你不想你的扫把伤筋，你最好后面放漂亮一点的背景你看看你背景会不会太难看因为我们录音过后全部都会录下来的
还有一点要记得哦，告诉你的家人，尤其是家里的男士或者是长者之类，他习惯不穿衣服的，叫他不要走来走去啊，因为也会上镜录下来的哦。啊，所以呢，你背景把它调掉，这样比较不会尴尬哦。OK，好的啊，OK，好，来啊，同学，接下来确保你坐的位置哦，你现在呢，你坐在地上是适合的。或者是你坐在这张椅子也适合，不过椅子是过的，现在盘腿禅修是不靠背比较好。然后呢，你的椅子不能够软软那个，要做到比较有点硬的啊，这样的话哈，才学得到今天的方法的。OK，好，慧琴，你的那一个 camera 啊，不是是照椅子，不是照你哦，应该是搞错了哦，慧琴哈，啊，慧琴，你的 camera 看不到人，反而是看到哦，你拍的东西哦，所以你的角度有问题了，你的 screen 哦，你可能要找你的女儿、儿子之类的哦，告诉他如何解决哈。好，来，同学，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好，来，我们看一下方法篇，同学哦。那么呢，你本身应该有三份讲义，好，三份你都印好了，手上有三份讲义的，就是方法篇。是第一篇，好，我们看方法，就是这个方法篇第一篇。好，过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一个静坐入门这一份讲义，OK，好，还有一份呢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个三规戒哦，你手上应该有这三份了哈。好，这三份你都有的，请举手一下，这三份你都印好的有吗？OK，好啊，多数有印到哈，好，没有印到同学过后你要补印哈。好，慧琴，你的样子已经正确了，已经正确展现出来了，慧琴哈。OK，好，同学可以了解吗？好，OK，好的，好，我们有同学迟来哈，来95356002，OK，好，他还在 connecting。好，来，同学，我们就开始上课。好，我们先回到来方法篇这部分了哈。好，在方法篇这边我们看一看了哈。就是呢，我们现在是在坐中修，是修止，我们就进入调身的部分哈。我们将从头部运动开始。好，有请敏慈读一读头部运动了哈。头部运动是在打坐以前，坐下之后使用。先将两手平置在左右两膝，不用力。身体坐正，再做头部运动的四个方式：一、头向下低，再往后仰；二、头向右倾，再往左倾；三、头向右后转，再向左后转；四、头顺着时钟方向前右仰左转，再逆着时钟方向前左仰右转。每次身体不动，肌肉和神经放松，各做3到7次。动作缓慢柔软，眼睛睁开，呼吸自然。头部运动的目的在使头部血液减少，降低思潮起伏的动力，使头脑清新，渐渐宁静。好，同学，请画重点哦，跟着画重点哦。原因是因为呢，我们课堂完了，可能要同学进行复述、复讲这样的哦。那你画了呢，你就跟着来念了哦，就比较有进到自己的大脑里边哦。好，我先教同学，同学好像啊，我们会要叫你啊，在 Zoom 那边举手，同学你会在 Zoom 举手吗？好，同学，在你的那一个哪里呀？我看一下先哦，在你的好，同学，你们呢？在你们那边呢？举手是在哪里举的啊？你们的啊？啊，名词，请讲一讲看，在哪里？啊，师傅在那个 participant 上面。啊，对，哎呦，老菩萨会看 participant 嘛？哎呀，好，OK，应该讲有很多，有两个人的同学在你最啊，下两面个人。啊，有两个人，那你按一按你那两个人。看看谁举手可以学会举手吗？举一举看。啊，有两个举手成功了啊，慧琴会，敏慈会，OK 啊，秋娇会举手了哈。好，然后 OK 啊，怡晶会啊，那个年轻都会。OK，荣康是不是不会啊？哈，还有就全海，
OK， 好啊，他们比较难。OK， 好啊，这位啊，9535600同学，你是什么名字啊？报上大名。嗯，啊，待会你把名字改一改它哈，不要不放号码哈。好的，嗯，来很多人我看到会哈。好嘞 ，OK， 同学，你举了手势，要懂得把你的手放下来啊，请你再按回那个手，它就会下来了的嘛。啊，试试看，按一按那个手，它就会下来了的嘛。Lower hand， 看到吗？哦，啊，会吗？嗯，你在手那边靠近就可以按，它就不见掉了的嘛。啊，因为师傅要叫你举手的。好，这个953366你是谁呀？报上大名。啊，然后啊，可以，请讲啊，你是什么名字？啊，就你了，953560，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他台。你在跟我讲话是吗？对，我在跟你讲话，你是什么名字？哦，对不起，对不起，哎，我太不熟，我叫燕长。燕长，你改改名字，嗯啊，不然我都是这样子 叫你，好啊，改改名字。好，谢谢。好的，嗯，好，来，同学，那我们就开始了，好，你会举手了哈。来，同学，就请你现在画好重点，画好之后啊，好，请举手啊，请往上举手。OK， 好，可以画重点。好，来。两位好了了，好来 ，OK， 那现在同学我们就开始了进行这个头部运动。教同学如何做哈，好，同学基本上啊，关于哈，好，可以了，嗯，同学可以放手了哈。好，同学基本上来讲啊，哈，做头部运动是第一就是呢，避免了血液过多上到去大脑，那么他妄想可以减少。第二呢，其实同学在做头部运动哈，喉部啊哈，有一个 chakra 叫做喉轮呐，好，这个是跟印度瑜伽有。听过 yoga 的举手一下 ，yoga 的 ，OK， 都是年轻举手听过哈，所以有听过有七个 chakra 的，有听过轮 chakra 的举手一下 ，chakra， 一个、两个、三个听过，四个听过，好，都是年轻的听过哈。好，同学，我们身体里面呢，这边有个轮的，那个轮眼睛看不到的哈，那么这个运动可以把这个 chakra 打开，好。好，我们会跟着他来做哈，刚刚读过了。首先同学哈，你两个手就放在膝盖上面 ，OK， 好，那两手放在膝盖上面。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啊，哈 ，OK， 四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头往下低，同学是这样哈，第一个就头往下低，身体不动，你感觉啊就是你的颈部还有你的就是身体哈，有一种就是。压到的感觉就正确。好，接下来头往后仰，身体不动，仰到尽头，感觉你的颈部背后啊，哈，有拉到，一、二、三、四、五。第二边，头再往下，身体不动，下到尽头，一、二、三、四、五。头往后仰，身体不动，到尽头，一、二、三、四、五。好，第三遍，头往下仰，身体不动，一、二、三、四、五。好，最后一遍，头往后仰，身体不动，一、二、三、四、五。回复原状，好，这是第一个动作哈。好，接下来同学再看了第二个动作哈。好，第二个呢就是呢，头往左倾，再往右倾，意思呢，好，头是这样的，同学，两手在膝盖，往左倾就是这样，身体不动，往下倾，你必须感觉到啊，有拉到你的肩膀。
就正确了的了。一、二、三、四、五，好，身体不动，往右后倾。一、二、三、四、五，好，第三遍，往左下倾。第二遍，一、二、三、四、五，好，换边，往右下倾，身体不动。一、二、三、四、五，最后一边，头往左下。一、二、三、四、五，好，最后一边，往右下。一、二、三、四、五，身好，恢复原状。好，这是第二个动作。好，接下来看同学啊、哦，第三个动作是什么呢？那就是呢，头向右后转，再向左后转。好，它是这样的。好，一样身体不动，头向右后转，这样子，身体不动，你会拉到你的右边的肩膀，然后也感觉到左边的颈部有扭动。一、二、三、四、五，好，换边，头往左后倾，身体不动，感觉有按摩到左边的肩膀。一、二、三、四、五，好，第二遍，往右后，身体不动。一、二、三、四、五，好，再往左后，身体不动。一、二、三、四、五，好，最后一边，往右后，身体不动。一、二、三、四、五，再往左后，最后一边。一、二、三、四、五，回复原状。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做最后一个动作。好，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头顺时钟转，再逆时钟转，也是三次。好，好，怎么样呢？同学看一下啊，首先就是你可以把头先往下仰，过后呢，慢慢的顺着时钟转。好，身体不动，眼睛可以睁开。好，转了一边。再逆时钟转360度，好，过后呢再进行第二次360度旋转，注意力在转动的感觉，过后再换边。最后一边，好，同学，你如果转完了，你可以松一松肩膀。OK， 好，注意力放在你肩膀跟颈部，所以有感觉好，有松动很舒适的，请举手一下，有没有啊 ？OK， 好，蛮多的哈。好，来同学啊，如果你是有出现这个情况，对不对哈？你很有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是你会有一些职业病啊，可能呢、啊，尤其是啊，你是做 office 工，身体停止不动，一个动作维持的，或者是你蛮有压力，通常有压力啊，你的肩膀会绷紧。但是你不知道的，那么一放工的时候，哇，整个硬到完啊！所以我们这边曾经啊，也有个报馆的编辑来学禅修，他20年了，惯了不会放手啊。这样，这边谁是做 office 工，常常固定个姿势的，举手一下。有谁做 office 工固定个姿势？两位、三位啊，看到没有？好，你们留意哦，它会造成职业病的。OK， 好啊 ，office 就是坐着这样罢了哈。好，谁经常啊在工作8个小时里边，你都是有压力绷紧，处于一种比较高压一点的状态的，举手一下。谁的工作
八个小时，好，一位罢了，好，好，你留意啊，当你在工作时候，你留意你的肩膀一定是绷紧的，好，你自己留意哈，啊，在禅修里边，好，那现在就要学习让它进行放松。好了，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了哈，头部运动完毕，接下来就是全身按摩。好，请怡经读一读哈。全身按摩，在打坐以后站起之前，搓热两掌，先用拇指背轻轻按摩双眼，依次用双掌按摩面部、额头、后颈、双肩、两臂乃至手背、胸部、腹部、背部、腰部，再下至右面的大腿、膝盖、小腿，左面的大腿、膝盖、小腿。此抑制我按摩的运动法，能使因出邪坐禅而感到的疲劳完全消除，身心感到柔和温暖与舒畅。尤其在按摩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掌心或手头、指头。好，同学请画重点，画好的呢啊，请学习 zoom 举手啊，好。好的，两位已经举手了，来，同学看一下，好好，这个全身按摩呢是静坐完毕之后再进行的。好好，那么这个静坐完毕的全身按摩有什么用意呢？第一就是呢，我们呢打坐完了之后，我们需要促进的，我们开始呢是从动转去静，过后呢再从静再出来动，所以呢我们呢不会是说一下就跳起来的，都是慢慢的，全身按摩出筋。那么在按摩里边呢，我们会特别转我们的腹部。那么呢，如果有一些人啊，对能量敏感的人就会发现到，你打坐的时候，你会启动你的能量跑动，而能量的源泉就是在于你的下丹田。所以过后呢，你要把能量放回去这个位置，不然的话，有些人会失眠的，因为能量停留在头部。你没有把它放好的缘故，好，来就教你们如何。首先双手摩擦，可以跟着做拐拐，这样子拐拐它， OK， 好，你的手已经 charge 了，已经有好像有电这样。好，首先大拇指按摩眼尖，然后双掌洗脸，洗头，洗后脑，洗耳朵，好，过后呢再洗颈部，按摩你的颈部，然后呢两手交叉按摩肩膀，好，到手背、手腕、手掌，好，到了掌部这边又顺便再摩擦多一次，好，拐拐，好，两个手呢就按着你的丹田，同学看到吗？你要站起来哈，啊，这里是腹部，两手按着 ，OK， 好，好，就顺时钟，好，要按到大大力，要按到有力，顺时钟转五次，一、二、三、四、五，再逆时钟转五次，一、二、三、四、五。好，要用到，要按到力哈，这个呢它就把能量放回去你的腹部，然后从这边同学哈，你转来按摩你的背部，按摩背部，好，慢慢往下大腿，然后呢再接下哈，看膝盖、小腿啊， OK， 好啊，如果你打坐啊，腿有酸，你可以放腿放直它，就是脚不要对着佛菩萨就可以哈。好，就按摩脚，然后呢，你的脚板、脚掌、脚趾，通通都可以摩擦，通通都可以摩擦。那么对一些人呢、啊，禅修修到比较好啊，他的手啊，会感觉啊有能量。你感觉到有能量的话，你的眼睛如果是比较酸啊，你可以放在你的眼睛，
大概一两分钟，它可以进行治疗的。那么呢，如果你的腰酸，你可以两个手就放在你的腰都不会按着，可以进行治疗啊。所以同学，那当然这个是啊，对有一些人对能量，他一打坐，哎，我感觉手好像都是能量，这种人是特别见效的。好 ，OK， 好，这是谈到可以做自我治疗的哦。好，来，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了哈。好，接下来就是气之做法。好，气之做法，来，请汉强读一读哈。汉强是开麦，哎，没有开到麦了，啊，你没有开到麦，没有开到麦，啊，没有开到麦，没开麦，啊，开了，对，开了，开了，不好意思，我再读过，双足加福，好，来，双足加福，此有二式，通途是以左脚在下，右脚置于左大腿上，再将左脚置于右大腿上，称为如意吉祥坐。二，或将右脚在下，左脚置于右大腿上，再将右脚置于左大腿上，称为不动金刚坐。这两种做法对于年长的人及初学坐禅的人，并非人人能够做到。要读完吗？要的，嗯，读完它。二，背脊竖直，挺起腰杆，握挺胸部，头顶向天垂直，下颚理放，紧压喉结，三手结，法界定印，两手圈结，右手在下，左手在上，两拇指相结成圆圈形，轻轻平置于丹田下的胯部。四，放松两肩，将两肩肌肉放松，不用力，自觉如无肩无臂无锁的状态。五，舌头自然。六，闭口，无论何时只用闭息，不可张口呼吸，除了有病再闭。七，双眼下垂，眼睛关起来。其他做法，半伏坐，不能盘双腿的人，或者双腿盘久了觉得疼痛难忍之际，不妨把上面的一只脚松开，置于另一只小腿的下面，或者一开始仅将一只脚置于另一边的大腿上，左脚在右下腿之下，或右脚在左小腿之下，均可。啊，还有把它念完它。拔取所缘，开始。你看到吉祥坐吗？啊，哦，吉祥坐，吉祥式，有仪式。三盘，三盘。好的，感谢。来，同学可以画重点。啊，画好的可以 zoom。师父，请问一下。好，可以。我们有这样多方式，单盘、双盘，或者是脚自然的这样放，我们是不是选自己最舒服的方法来做？哎，是的，等下我就会讲的了。我现在会一个一个教你们如何如何盘，过后呢就是再自己选择了。OK， 谢谢。好，来，还有下面这边。同学，你们讲义印到啊，红色的字有没有的？静云，那个讲义红色的字有印到的吗？静云啊，师傅，我没有印啊。哦，你没有印啊。哦、OK， 好的。OK， 敏慈啊，有没有红色的字印到的？有，师傅有。OK， 好的，那就成了。来，同学，我们现在教同学做法。好，首先第一个呢是叫做双足加福，我们看一看呢、哦、好，同学，双足加福呢就是这一个叫做双盘。那同学啊，我在想，我们还是把它忘掉算了哈、哦。
因为呢，大家这边呢、都是一把年纪哦，你一盘的话，可能就砍这样子哦，啊，可能就断了，听到脆骨头脆的声音，所以我们把它忘掉啊。不过给你一个尝试，知道哈、这样的双盘呢，它可以右在上面，也可以左在上面哦。来看一下哈、同学看到吗？哈，它可以右脚在上，也可以左脚在上哈、那么这一种做法我们叫莲花式。那其实啊，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在禅修里边呢、有一些主张是双盘，就是这样的做法，但不是所有会主张要双盘啊。那在那么多修行方法里边呢、如果你学的是中国禅话头哦，他会要求你盘双盘，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打二十层楼的基础。如果你单盘是十层楼的基础，但是要蛮腿痛的。那么呢，一些就是 yoga 哦。或者是密教的、他们因为通过有练过气功的方的关系，所以他们盘双盘也容易。那么双盘是最稳定最稳固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必须要做好基础。那么在二地这一边呢，一般上因为静坐完结束啊，同学会参加气功班，那么练气功的时候他 automatic 会把你 training 盘双盘、那么呢，同学我们这边有听过练 yoga 对不对、Yoga、有非常多的招式，同学看一下，那你看一下哈，好，像啊我们讲练 Yoga、其实正确来讲啊，练的是 Asanas 来的哈、看一下哈、好、当你打哈、Yoga Sana， 同学看一下哈。好啊，当你练了那么多招式的 yoga 的时候，其实啊，那么多招式的 yoga 目的就只有一个罢了，那就是让你可以盘腿，盘双盘，所以盘腿了哈，盘一个稳定的姿势，所以练那么多目的就是这一个罢了。好，好，那这个双盘的呢，就大概是讲到这边。那同学，如果你要去佛堂看了、你会发现有些佛像是双盘的。好 ，OK， 好，好。不过无论如何呢，就是呢，就这一边啊，我想就稍微了解一下。所以这边已经你没有开始了，你已经开始盘着双盘的嘛？举手一下，这边有谁已经盘着？一位啊，荣康啊，哇，晋升可见，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老菩萨。哎 ，OK， 好的，好了，那应该是之前你学过的，好啊，所以没问题，你就保持下去啊。我确保就是你的腿痛不能够太过短，好。荣康，你的双盘大概多少分钟之后腿才开始痛？开麦讲一讲啊。好，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是可以了啊，那你盘半个小时这样哈、那么呢，等着你禅修进展很好啊哈、我们讲通了那个大周天哦，你的脚的脉经络会通的啊，或者是你过后再可以再转去练习气功哦，让他的脚脉通可以更长的时间啊。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呢再转去第二个方法，那就是这里。好，同学就是其他做法、那就是单加坐、单加坐呢就是单盘的意思。来，同学看一下这个图呢，就是单盘的图，在左边的这一边、看到吗？单盘就是把一个腿放上去另外一个腿的上面，就是单盘了。来，同学你试试盘单盘、那么呢盘腿啊，一个诀窍是你两个膝盖都碰到地上的话呢，都平稳的话呢，它会比较稳定的。OK， 来，你盘了腿之后呢，你就 camera 调整一下，我帮你看看你盘到对不对啊？好，有没有问题哈？来看一下哈。OK， 好，静昧正确，好的。OK 啊，慧勤正确。OK， 心地就看不到了哈。好，再看一下哈，秀艳正确。OK， 荣康正确哈。全海，你学他们这样子盘腿。然后那个 camera 调整给我看 ，OK， 静云，我看下前还不够清楚 ，OK，All right， 静云正确，汉强正确，嘉玲正确，怡静也正确啊，怡静还可以腿再放上去一点点嘛，怡静再放上一点点，
会情完全看不到。OK， 咽长、你要做到像他们这样，我才容易看的，才可以检查得到哈、哦。OK， 好好的 ，OK 好的，嗯 ，OK， 这样这边呢，新地、全海、数月跟燕地，你们没有盘到我就没有看到，因为他们都要挑你的那个去给我看啊？什么？我不能盘到，没有关系，好的好的。坐这个椅子。好，可以，你就不能就不管，我们还有做椅子的方法哈。好的，同学，那大体上都没问题，这是单盘哈。好，同学，你检查你的单盘，两个气盖要着地，如果它不着地的话哈，你可以塞东西，塞到给它着地为止，这就是单盘了啊。那么除了单盘以外，同学再看右边，右边呢就是扇盘，同学两脚交叉就是扇盘。那么扇盘有两种，一个脚跟脚有碰到，一根脚跟脚是没有碰到的。同学，你先扇盘，然后脚跟脚要碰到的，给我看一看啊，看你的扇盘直不直稳不稳啊？扇盘脚跟脚可以碰到哈啊，对，镜内正确。OK， 还让我再看一下哈。OK， 好啊，荣康正确啊，荣康你的那个不错哈。OK， 好。OK， 静云，静云，你的是扇盘吗？你再稍微腿再开一点点啊，静云，你的腿啊，稍微再开多一点点啊，扇盘不是这样的，静云，静云不对，静云，你再看一下荧幕哈，看到吗？来扇盘，你再看，静云啊，两个交叉这样子就是扇盘来的哦 ，OK 哦，来再看一下哈，啊，对，要学他这样哈，好来看一下，对 ，OK， 慧琴啊，正确是扇盘来的。秀燕是扇盘正确，然后过呢秋娇啊正确，嘉玲 OK， 嘉玲再开一点点哦，啊你的扇盘再下点啊，对对对正确哦好，汉强扇盘呢、啊、哦，你不要动你的银子遮掉我了 ，OK 好 ，OK 好啊可以正确啊对静云正确了，怡晶啊怡晶你可以再腿再开一点点嘛，啊两个腿不要密到啊再开一点点啊对是的、嗯、OK 好，好来正确。然后秋交正确啊，对对，大体上是这样。OK， 好好的，好，同学，你现在你的扇盘呢是脚有碰到脚，其实现在请你调整脚，不要碰到脚，你扇盘两个脚却不碰到的哈。看一看，好好来看一下，这不正确，好，同学好。OK， 来，敏慈看到 ，OK， 好，敏慈，你看哪里？你扇盘哦，你两个膝盖就浮起来，所以这个扇盘其实不稳的。好 ，OK， 好。OK， 静妹也是啊，你一这样扇盘哦，两个膝盖就离地了的，这个是比较不稳的。OK， 荣康的很棒哈、哦，荣康你几乎目前三个盘腿方法，两个膝盖都着地，所以荣康是身体很适合打坐的。OK， 静云也是，静云啊，静云你的背景啊，我就看不到你的腿有没有到地上的，你的背景造成了哦，我就看不到哈、哦。我说大体上哈、哦，如果不到地，你可以塞东西。OK， 怡静不错，怡静啊，怡静你的啊，姿势啊，很适合打坐，怡静也是漂亮，秀艳也是漂亮，好 ，OK， 好，好，然后全部都看过来，好 ，OK， 慧琴的啊也正确啊，慧琴的脚没有碰到脚，可以了，哦 ，OK， 好的，好的 ，OK， 秋娇啊，秋娇都看得到，但是秋娇的双腿膝盖是离地，它比较不漂亮的，嗯，汉强 ，OK， 漂亮，好，可以，好，来，来，同学，让师傅看看你的样子。OK， 哦，还有一个是真 OK， 丽美啊，好 ，OK， 好，没有看到，好，好来，同学听一听，好，刚刚啊，好，我们试验盘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适不适合你。大体上啊，你只要两个膝盖会翘得很高，就不适合。那原因是因为啊，好，在这边那么多个人呢、啊，哈，你的盘腿哪个适合你呢？第一，牵涉到你的身材，你是高挑还是比较肥矮？好，第二呢，牵涉到你的盘骨，还有第三就是、啊、你的两个脚啊，哈，灵活度啊等等之类的在里边的。所以呢，有些人盘什么都是两个膝盖可以着地，感觉很稳的。那么有一些是某一些好，某一些不好。不过我们都会让同学进行选择，然后呢，你甚至是可以啊，需要用蒲团哈、哦、来支撑你自己，让自己更棒的。好 ，OK， 好，好的。好，来，我们还没完毕，同学看一看了、啊、哈。好，除了这两个之外、啊、好，还有一个就是记，就是记详式，同学看一下哈。
好，先看一下有仪式。同学左边就有仪式。好，如果同学你是坐凳子的话呢，你可以盘一盘这个左边有仪式。诀窍就是背部不靠背部不靠啊，不靠那个凳子，两个脚要着地哈，坐在凳子三分一，你的腰就自然挺直的。OK， 这边是谁坐在凳子的？你现在就试试看。OK， 好，好，不要靠啊，不要靠背，好。然后呢，就是做三分一到三分二罢了啊，你啊，两个脚一定要到地的，你就感觉到哎，整个腰椎就挺直了的了。OK， 好，好的啊，看到有同学是这样啊，好，所以同学呢啊是 OK， 好，有跟着就行了，我比较难看了哈。啊，你有跟着来做啊，是就行。圈海，你是不是发现凳子只要不坐到完，你只要凳子坐三分二或者三分一，你腰就自然会直，对不对？是吗？是啊，正确哈，是这样才对的哈。好，来同学听一听哈。好，关于啊打坐是你的腰啊，尽量不要靠背啊，尽量不，尤其是坐着时候不靠背。什么缘故啊？因为你打坐到一个期间是你的能量啊会推动你的腰，让它自动停止的。那么呢，能量跑腰椎的时候，如果你整天你的背部都靠着，它没有机会去展现这个功能。那么呢，打坐坐下你的腰，哎，自动会停止的人，你会很少病痛的，那是一个里程碑来的。OK， 好，我们这边有老参，有谁打坐试过，哎，腰自动会停止的吗？那个能量停止的，举手一下，有没有？站一位吧，求教哈。好的，同学，就慢慢现在带同学，你可能会慢慢会体验到。大体上啊，练气功跟安波念啊和观呼吸哈，气功是更快出现这个现象的。好，好的，好，来同学，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姿势哈。啊，这个姿势呢是叫做什么呢？是叫做吉祥式。同学看到吗？吉祥式跟单盘不同，就是啊哈，你一个腿是放在另外一个腿的缝隙的部分的，好，另外一个腿是无所谓的，最重要是一个腿放在缝隙就成了。来，同学试试看，不要放到那么上，放在缝隙就成了。好，帮你们检查看一下。 OK， 好，已经正确。哦，静云不大对，静云啊，你要放到缝隙上面去。我，你看一下那个图啊，你再看到吗？它在缝隙，就是大腿小腿的缝隙之间才对的。好，好，然后再看一下嘉玲。 OK， 嘉玲啊，嘉玲不，你又不大对，因为不是在缝隙，我看到不大像在缝隙。好，那嘉玲你看看那个图片，好，看到吗？那它在缝隙那边的，大腿跟小腿折合有个缝隙啊，这个是吉祥式来的。好，好了，我看一下。 OK， 汉强正确，荣康正确，好，慧琴正确，然后呢就是静妹正确，敏慈啊，OK， 应该是正确，看到秋娇正确，哦，好 ，OK， 秀燕看到吗？我看到没有哈？秀燕也正确 ，OK， 好，丽美正确，好的 ，OK， 其他人都正确 ，OK， 静云正确，好的，同学 pass 了 ，OK， 好，同学，就那么多种盘腿方法里边呢，啊，好，就你会。过后会再配合其他，要让你选一个适合你的。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跟盘腿有关。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往下一个跑，那就是呢，进到去背椎竖直哈。好，就挺起腰杆，不要挺胸部哈。好，同学基本上啊哈，你必须要有蒲团呐哈，你的腰椎比较可以挺直哈。好同学，鼓励你呢去买一套蒲团。同学，你看一下师傅这个蒲团，有看到吗？它有个斜度的，好啊。谁有蒲团的举手？有吗？啊，给静妹有，很好很好。慧琴有事，让我看一下你的蒲团有没有斜度。OK， 慧琴这个是好过没，但没有我这个那么理想。静妹的你有没有幅度的？有没有？有没有？我看一下。对，这样打，这样放，这样放。啊，很好很好 ，OK， 金妹你的好啊，你的就是有斜度的 ，OK， 丽美我看一下，你要这样子放，丽美你这样放我就看到了
再转，要转给它直直直，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要师傅这样啊，这样啊啊，这个有幅度的，立面女的是好的，秀艳女的也是好的。好来 ，OK 啊 ，OK， 嘉玲我看到哈啊也有哈，好来同学你看看啊，现在啊你打坐对不对？好，请你坐在蒲团上面，请你坐在蒲团上面啊，慧琴记得蒲团不要坐到完，坐一半或者再少一点点哈。OK， 好，好，好，坐在上面 ，OK， 好，好的，好，注意力放在你的腰椎，感觉一下，好，再把蒲团拿掉，同学，再把蒲团抽开啊，抽开，好，坐在地上，再把蒲团抽开，好，感觉一下，好，再坐回蒲团，再坐回蒲团上去。再坐回蒲团上去啊，好，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腰椎。好，有谁觉得蒲团可以支撑你的腰的举手一下，你感觉有蒲团比较好的啊，看到没有，四个都是啊，嘉玲也是，同学看到吗？所以呢你不可以省钱，你要买一套工具。那么呢，就是像慧琴啊，你那种圆圆的蒲团呢，要硬的比较好。像这些啊，我拆开来看过，它里面是野死的，它蒲团不能够用枕头取代哈。OK 哈，这是要硬的哈。OK 好，好，所以没有蒲团的同学，你要去买一套，因为这个工具会让你事半功倍的。OK 好，好，谁是住在 KL 附近的举手一下 ，KL 附近的 ，KL 附近的。OK， 好，好，师傅会把那个菩提书局啊，再放在那个 group 那边，好，你去跟他买，你说，哦，我是开心师傅28期静坐班，他会给你折扣，哦 ，OK， 好好，你跟他讲，好，这样子，好，所以呢，你有蒲团是重要的，你背椎这种数值，同学，你的背椎数值是有几个板凳拉让，第一个就是胸部不要这样挺起来，啊，不要挺。也不要含胸拔背啊，这些都不对哈。OK 好，不过大体上，你自己看不到，除非你对镜子啊。然后过后呢，你的头啊不要这样翘太高，也不要等下来啊。所以呢，大概这样子停止这样。好，然后呢，我们讲什么含压喉结哦，就是你的颈哦，这样稍微进去一点点啊，这样你看到吗？这个头是出来对不对啊？稍微进一点点。你可以试，你可以感觉得到哈，这样是促，然后稍微再近一点点，这就是含压喉结，你的喉咙把它压着，大概这样子就行了的了。所以呢，同学不过是这样的哈，你只要禅修一段期间，你 automatic 啊哈，会有能量推你的腰，然后你的气质做法 automatic 会漂亮的，哦，这个会出现的哈。有谁有试过哈？你打坐能量推你？展现一个漂亮的做法的，有的吗？举手一下，有吗？没有哈。好，来，我们让同学要试到哈，希望可以成功哈。好，来，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了哈。好，第三就是手结法界定音。同学，手结法界定音有两个方式哈。啊 ，sorry， 我没有讲完哈。同学，我们讲背椎数值啊哈，怎么知道他背椎有数值呢？同学，你看一看。你背椎竖直，你摸你的腰，你的腰是稍微 S 的，啊，你现在就坐在蒲团上，同学，现在你摸你的腰，是不是稍微 S， 对不对？啊，它必须有个幅度进去里边啊。那如果你的腰不是 S 哦，你是已经很了了哈啊，这个就是可能是个人的问题，要特别再进行做治疗了的。好，你摸一下，腰椎挺直是 S 的，这才是正确。好，所以摸到你的腰是 S 的，举手一下。啊，你的腰 S 的，啊 S 哈啊，摸到你的腰哈啊 ，OK 好，啊，有些同学可能还不大确定哈，到底什么叫 S 对不对？好，你看哪里摸你的腰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正确的腰椎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来的啊。好，那么呢，这腰椎完了过后，我们再看一看了哈，那就是呢。好，接下来就是手结法界定音哈。好，来，手结法界定音哈，它方法是这样的哈，同学看一下，像这边呢，首先这个哈，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或者是换边都可以，拇指碰到拇指放在你的大腿上，
好，同学可以试试看。好，看一下，好 ，OK， 好，好 ，OK， 好，静谧正确 ，OK 啊，敏慈正确 ，OK， 好好，然后呢，秀艳正确 ，OK， 荣康，荣康啊，好，你这啊要这样子，你看师傅要这样子，荣康啊要很明显啊，对对对，好 ，OK， 好，汉强正确 ，OK。慧晴正确，秋娇也正确 ，OK， 丽美正确，嘉玲正确，然后呢，静云正确，怡晶也正确，好，好 ，OK， 我看一下全海，哎，全海你手拍杰杰给我看一下 ，OK， 好，好，素月你的手试试看，杰杰给师傅看一下素月，啊，对他们不会玩麦克风哈，举高点，我看不到你的名字挡着了，啊，对，没错，这是这样哦。放在大腿上，好 ，OK， 好，全海来，让师傅看一下，手举起来 ，OK， 好，好的，嗯，好，新地你试看啊，这样子，啊，对，正确的，没错哈，好，同学啊，你这个这样子啊，有什么好处哈？因为你打瞌睡的时候是你的拇指跟拇指会开的，啊，因为有时候啊，我们打坐啊，哈，可是睡着了。啊，但是会以为自己入定，以为睡得很舒服。但是如何检查呢？你就看看你的拇指跟拇指有没有开，它一开的话，哦，就不对了的了。OK， 同学可以理解吗？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方法。好，过呢，在第二个，就是手印的方法呢，是叫做指锁印。同学看看这个图，指锁印呢是拇指跟食指碰到，两个手就是。掌心向天花板，然后呢放在膝盖上面。同学，你试试看指锁印，来，我看一下指锁印对不对啊、哦？嗯。OK， 秀艳正确。OK， 丽美正确。OK， 好，好，静云。OK， 静云，你的手指给我看一下，你抬高你的手。OK， 你正确。好，怡晶。OK， 怡晶，你手抬起来一下。啊，正确，没错了。OK， 好，嘉玲正确。然后呢，就是静妹正确，敏慈正，敏慈你手抬起来一下，靠近镜头一下，再下点啊，正确 ，OK， 好，好，素月你的手指这样子接起，给师傅看一下，素月，啊，对，正确，正确 ，OK， 好，荣康，荣康靠近镜头一下，荣康，啊，荣康靠近，啊，对，正确，好，汉强，汉强举高点你的手。啊，举高点啊，正确，可以了。OK， 好，心地啊，举起你手来，心地啊啊，转转你手，转转，对着镜头。OK， 正确，好，可以了，可以了。OK， 艳场 ，OK， 看到了。好，圈海正确，可以了。嗯，来，好，大家看看镜头，来。好，同学啊，关于这个指锁音师哈，他这个啊，他是啊，能量会在这边转一个圈，然后再回到来身体的。对于啊，如果是讲佛教的打坐哈。你的啊这些手啊，左手上右手下都不重要的啊，它不会太过强调的。它强调就是你的心有没有妄想，有没有把它专注好。但是如果对于瑜伽跟道教哈啊，我们的手指啊哈，其实是代表地水火风的哦。所以呢，接手印是和治疗有关，因为以前那些人呢去喜马拉雅山打坐啊，古人没有那么多药的。所以他要很清楚知道身体得了什么病，他就调整他的地水火风。所以有些手印是可以拿来治病的。那么另外呢，有些手印啊是代表佛菩萨的、啊、代表佛菩萨的。那有时一些手印呢，也代表你身体的能量开到什么地步啊。所以呢，它会有形形色色的状况。同学，等你在学啊气功班的时候是，是我们光是手印都可以谈一堂课的。那么到时再算哦。那么现在你只要简单选一个手印就可以了的。好，同学你试试看。好，你两个手放在膝盖上面指锁印，现在放一放。OK。再换成法界定音。再放换成法界定音。好 ,feel 一下，感觉一下法界定音。好，再换去指锁印，同学。再换指锁印。感觉一下。好，再换回法界定音，再换回法界定音。好，所以喜欢法界定音的举手，法界定音你感觉舒服的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放下来。好，谁喜欢指锁印的请举手。指锁印的啊，一位两位啊，两位举手了。看到吗？好好的，看到吗？好好，所以呢，两位喜欢。所以呢，同学手印啊，你要选择，因为呢，当你打坐久啊，哈，有时觉得不舒服，是你可以换一换那个手，让它比较有舒适的感觉，可以了解吗？好啊，同学大体上是这样。好，那么呢，你可以甚至是把你两个手啊盖在你的膝盖上面，同学这个膝盖啊，两个手盖在上面，你试试看，手这样盖在膝盖上面啊，对，也可以的，看到吗？试试看啊，盖在上。盖着，好，所以觉得这样子盖着舒服的举手一下，哇，盖着很舒服的举手一下，现在有吗？有谁啊？来啊，有同学觉得好了啊，所以同学你有三个手印可以给你选择，好，嗯，不过呢，可以摊开吗？啊，什么？可以这样子摊开吗？啊、也可以啊，在啊，在佛教里面就比较不管的，你可以两手盖着，也可以放着，都是可以的，好啊，这些就是没有牵涉到能量旋转，它只是。给他舒适，这样子罢了。好，可以了解吗？好，好，那么呢，这一个呢，就以后等你气功瑜伽的时候，再深入去了解手印啊。好，来，同学，我们再看一看呢，好，就是放松双肩 ，OK， 没有用力就是放松。好，第一吻呢是舌头自然，或者也可以舌顶上颚哈。好，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舌顶上颚。好，来，同学看一下哈，啊，这就是舌顶上颚，啊，主要啊就是啊，把你的舌头啊哈往上顶啊，顶在你的额上面那边啊。嗯，同学看到吗？那舌顶上颚哈，好 ，OK， 那么这一个呢哈。我就看不到你有没有顶到对了，好啊好啊，你大概自己知道，舌根上面是碰到的。那么为什么要舌顶上颚呢？同学啊，其实是跟小周天有关系的。来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小周天啊，这是道教的一个观念来的哈。来看一下同学哈，好，所谓的小周天呢哈，啊，你们看到那个图吗？那个红色圆圈是不是会跑动，对不对？啊，是的。好，同学呢，当打坐一段期间呢哈，它的能量啊会这样子来跑动。那我们舌顶上颚啊，其实啊，如果你的舌不顶上颚的话哈，它能量在这一边会断掉的啊，所以呢要舌顶上颚这样子哈。那这一个呢？不过舌顶上颚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先不要顶先。那么呢，当它到了一个经状况的时候，它 automatic 自己会顶的。那么它 automatic 顶的时候，你不要拉它下来，你给它顺其自然。啊，这就是舌顶上颚了。好，好，你现在试试看舌顶上颚，同学，舌头顶着上面。啊，舌头顶上面啊。好。在舌头自然，好的。我想问一下师傅啊，什么啊？我想问一下，那个舌顶上颚是吗？是不是我们在微缩下巴、闭上眼睛的时候，是从头到尾都是舌头是顶着？哦，不止，整个禅修过程都是顶着的。哦，哦整个禅修过程哈，好来，没错啊，同学，你再给他舌头自然哈，嗯，自然。好，所以感觉，所以比较喜欢舌头自然的，举手一下。舌头自然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 OK 好，六位，好的，好，所以比较喜欢舌顶上颚的举手一下啊，舌顶上面你舒服，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
OK， 好，看到吗？气味，所以每个状况不同，所以同学，你如果你已经膝关节顶上而请继续，那么你膝关节不顶上而无所谓，但是当他自己顶的时候，你一定要顺着他，不要硬拉开他，可以明白吗？好啊，他就是为了让能量可以通一个叫小周天的一个情况有关。小周天其实就是任脉跟督脉相通哈、哦。那么什么叫任脉哈？同学所谓的任脉、哦、站在道教的立场、哦、任脉呢就是从我们的会阴开始上到我们的嘴唇上、哦、这样子到这边、啊、同学从我们的前方、哦、上到我们这边，然后呢督脉、哦、一样也是从我们的会阴或绕后边，那么呢会阴绕后边，那么绕后边的时候、啊哦、它就是从后边的后边那边从尾闾啊到命门，再上到玉枕和百会，然后呢从上面这边绕这边下啊，这个就是督脉。那么任脉跟督脉一交接一通了，它就是成为一个小周天、哦啊、同学一般上讲小周天通了的人、通常是很健康、哦啊、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这个要你去体验。不过呢静坐一般上不是每个人 feel 得到、哦，我们一开不离，你就好好专心打坐，留意你的呼吸就成了的了。好，那么对于某些人他感觉得到的呢啊，这个呢你可能你需要再进一步的问师父，哎，怎么回事，为什么身体啊会有这样子的变化的。好，来同学再接下来看呢、啊、好, 好，接下来就是闭口，看到吗？好，静坐的时候无论何时啊都是嘴巴闭着，是用鼻子呼吸的。因为接着下来你是修安波念、哦、好，还有就是呢、哦、记得如果你嘴巴有流口水的话，请问流口水的话怎么办？秋娇，你的嘴巴流口水怎么办？好，怎么办啊？吞下去啊！啊，对哈、哦，记得啊，你们没有不要打坐到流口水哦。我这边呢会把你偷录下，就放上 Facebook， 全世界看。我跟你讲，警告你哈、哦！啊，没有人打坐到流口水的，好知道吗？哈 ，OK， 好，接着下来呢，哈、哦，我们就往下，那就是双眼下垂，就是眼睛关起来。好，所以同学基本上静坐时候眼睛是关起来的。好，那么呢，只有差不多打瞌睡的人才说把眼睛稍微睁开，因为他要睡要睡觉、哦、就眼睛稍微睁开。好好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了、哦、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拔就是这一个静坐气质做法。来同学，我们开始气质做法，同学开始盘腿，学一个盘腿方式。好，腰椎挺直，请坐在蒲团上面，解手印，选一个你喜欢的手印。好，肩膀放松，下巴稍微内收，舌顶上颚或者是舌头自然，眼睛关起来。好，请跟随指示，不用力，其实放松，放松就是不用力。首先放松你的额头，放松你的脸部，放松你的肩膀，放松你的胸部、腹部，放松你的背部、腰部、大腿、小腿、脚板、脚掌。每放松的地方完全放松它。好，同学接下来呢请把眼睛睁开。好，谢谢。你的身体已经盘得很漂亮了，可是你的心呢，如果像猴子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呼吸来把你的心绑起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找找看看用什么方式来把我们的心绑起来。好，同学看一看。好，好，在图里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蓝色的，就是身体、啊、
跟皮肤接触的感觉来的。同学你试试看，吹一吹你的手， OK， 有感觉到吗？好，这个呢就是，呼吸摩擦皮肤的感觉。同学这个感觉，我们要在你的嘴唇上方鼻子下方的部位把它找出来。好，来我们看一看，好，同学，好，同学看一下，那么呢，这个，蓝色的呢就是一个案例，就是指呼吸摩擦皮肤的感觉。然后呢红色的箭头啊，是呼吸，那么呼吸入的时候会摩擦到你的人中，那个范围叫人中，那么呼吸出的时候也会摩擦到你的人中，一呼入一呼出都会摩擦到。那这个摩擦呢，有时是在鼻孔的周围，有时是一个大范围，有时是个小范围，都没关系，请把它找出来。好，你现在把眼睛关起来，注意力放在嘴唇上方鼻子下方。好，呼吸入处同时摩擦的叫做接触点，你有接触点请举手。静怡，可以，怡静一位好了，敏慈两位找到了，全海三位找到了，素月四位找到了，秋娇五位找到了，荣康六位找到了，嘉玲七位找到了，慧琴八位找到了，丽美九位找到，静妹十位找到，汉强十一位找到，秀燕十二位找到了，燕长十三位找到了。好，慧琴你是黑妈妈，看不到你，你不大会用。好，好，十三位。好，有谁没有找到的请举手，你有的 你还不知道，还没有找到你的接触范围的请举手一下。有谁还没有找到，心地还没有确定找到，好，一位罢了，其他全部都找到对吧？好啊，这新地位没有，没有师傅，我好像就感觉不到，找不到呼吸，就是没有了。好，没关系，对，好，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位全部，好，十五位，好，来同学看一看了，好，这个是重要的。好，我想确定一下同学，好，你找到的呢是一个小点，还是是一个大范围，亦或者是在鼻子周围的呢？好，谁的是一个小点的举手一下，小点，一二三，好的，请放下。谁是个大范围的举手一下，大范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OK， 请放下。好，好，谁的是在鼻孔周围一带的请举手，鼻孔周围一带的。好，会请一位，好，可以，好，谁完全没找到的举手，完全没有，新第一位对不对？啊，是的，还有谁完全不在呀的？会请你可以开麦一下吗？来，你回答一下，你有没有找到？如果看你不到，跟你互动不到，会请啊。OK， 好，你可以讲话了，会请，你有没有找到？大范围。大范围啊，成了，又找到了。好的，只有新地位没找到，没关系。好，来同学，我们接下一个步骤了。好，这个是重要的。好，来，首先同学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好，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接触范围。好，接着下来啊。好 你就在接触范围那边停着，看着呼吸入出入出，就是这样子罢了。好，同学了解了。好，把心放在接触范围，看到呼吸入出，那么它入出啊有摩擦的感觉的，你都清楚知道，表示你是活在当下。但是呢，如果啊，你突然看着感觉呼吸入出，哎，突然想过去的话，你就把它拉回来；你想未来的话，也把它拉回来，就对了的了。好，同学可以。开，直到我叫你开眼睛，你再开眼睛。好，同学可以开始了。好，你盘好了腿，身体挑一挑。
开始，头部放松，身体放松，大腿放松。放水完了，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接触范围，看着呼吸入出入出，活在当下。开始。慢慢把眼睛睁开，稍微身体前后摇摆，再左右摇摆。好，两个手可以开始进行摩擦，够呢就拐一拐。好，拇指头按摩眼尖，洗脸。洗头，洗耳朵，洗后脑，洗肩膀，洗颈部，再两手交叉，按摩肩膀，手背，手腕，手掌。同时再继续双手摩擦拐一拐，两个手按着你的腹部，顺时钟转五次，再逆时钟转五次。过了两手顺便去到腰部，顺便按摩你的背部、脊椎、
再往下按摩你的大腿，你可以放腿、小腿、膝盖、脚板啊，然后呢就是脚掌、脚趾。好，同学，你已经静坐三分钟了。好，刚刚这三分钟里面呢，你看着呼吸入处，大体上三分钟都可以活在当下，你很满意的，请举手。举手。敏慈、汉强 ，OK， 静妹、素月、鼎翔、怡晶、燕长。全海好，你们是满意的，还有就是荣康 ，OK， 好的，好，同学，给你们的满意的，好的，不满意的请举手，不满意的哇，就说一般一般，一下好，又一下不好，这样，稍微留意一下，一下又打妄想，一般一般的举手一下，好，慧琴一位，好，心地修烟给丽美 ，OK， 静云。嘉玲 ，OK， 这都是一般般。秋娇也是一般一般。好，慧琴，请你回答，你满意不满意啊？哈，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来，同学听着，好好，刚刚啊，哈，对于同学你满意的人，请你保持这一个看着呼吸，我们是叫做长短息，你就继续看。那么一般一般不满意的人呢，你必须要换方法。你要换属息，来，同学看一下怎么是属息呢？是这样的，同学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接触点，然后呢看着呼吸入出数一，入出数二到十，到了十的时候从头再数，呼吸入出数一，入出数二，同学不要跟呼吸进去身体或者跑去外面。不要，那是对的。好，那么呢，当你数号码的时候数乱了，请从头再数。那么呢，数忘了，请从头再数。数多了也请从头再数。好，可以开始。好嘞，同学，盘腿，调好你的坐姿，眼睛关起来。好，注意力呢放在你的接触点。好，该数息的人就数息，刚刚满意的就看着呼吸就好了，就是叫长短息。开始。
慢慢把眼睛睁开。好，同学稍微左右摇摆，再前后摇摆。好，同学你可以双手开始摩擦了。看你记不记得哈，拐拐双手，拇指按摩眼睑哈，然后开始从头部到肩膀到下半身，看你记不记得哈，这样就跑一遍哈。好，好，同学可以你把镜头就看着师傅了哈，调整你的镜头，要看到你的样子哈，我们就快要下课了。好，好 ，OK， 刚刚三分钟，好，请问一下，刚刚用数号码的人觉得满意的，请举手。数号码的人满意的，好，秋娇满意，慧晴满意，秀燕满意。好，可以放下来。OK， 好啊，丽美满意哈。好，谁数呼吸也不满意的，请举手一下。数呼吸也不满意的，好，新第一位，嘉玲、静云。好，来，现在是这样的哈，你们现在是数跟谁两个都不满意，但是你一定要选一个。好，新第，新第，你要选哪一个？你感觉上那个比较舒服，开麦讲。怎么说？因为哈、我自己身体有状况，所以哈、我真的感觉不到。OK， 那感觉不到，其实你还没有开始修哈。那么呢，你先就现在目前暂时注意力放在这边，看看一段期间不行的话，就要换方法。来，静云，你喜欢数还是不数？开麦。我不数。好，那就我你就是长短期看着呼吸。好，嘉玲，你喜欢数还是不数？不数。好，那就不数。好，来关掉。好，来同学，那现在你们每一个人呢、除了心地以外、你都是要么就数要么就不数的。有没有人没问题吧？有没有人不知道自己该数还是不该数的？有谁不行不数的吗？有没有？没有。好， OK， 好。师傅有一个问题哈，我感觉自己好像比较那个重点好像比较在那个丹田那边啊。不对不对，这样就不行了。因为现在我们是学的是安波念，你一定要把注意力拉到去你的接触范围才可以的。你一注意到丹田呢，你方法是不同的方法了的嘛。那因为现在我们 focus 安波念就是这八堂课至少所以你先尝试要拉回。你是不是以前学过别的方法，静云，对不对？很杂，对啊。啊，对，你太杂，所以现在是这样哦。你现在目前你要下定决心，这八堂课你先跟着先看情况如何。好，那么同学是这样的哈，现在功课开始哈。好，同学，请你早晚各做一篇。早上啊，是在早餐之醒来之后，盥洗之后，早餐之前，大概是做10到15分钟，你喜欢。调闹钟，晚上在睡觉之前也是做10到15分钟。OK， 好，这是你们的功课。同学，就像学游泳课这样，你一定要跳下水去的。你不跳下水啊，永远没有办法开始游泳哦。所以你一定要跳下水再去想哦。然后呢，同学哦，就你开始，现在开始，从下个礼拜见面之后啊，你可以开始预约师傅。你要拜五还是礼拜？参加能量运动哦，因为呢，目前你的效果，你先试打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后啊，你会发现，哎，你的瓶颈会找到它的，你效果大概知道如何的。然后过后呢，在师傅再教你做能量运动，你会发现得到两个搭配起来哦，没得顶。
你们运动跟 yoga， 师父 还要加多两样东西给你们，都在拜五或者是礼拜、啊、拜五、啊、是晚上，礼拜是下午，可以了解吗？不过你先试打坐一个礼拜先，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报名、哦、你至少一定要参加三次才可以毕业。 OK， 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好 ，OK， 好，没问题哈，好的 ，OK， 好，好，那就同学记得暂时你按住这个方法哈，数月哈，你是念阿弥陀佛的，你可以暂时这段期间哈，你就每天打坐十分钟，是用这个方式，然后过后啊，你再用回别的时间再用回你的阿弥陀佛，可以了解吗？好，静语你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把这个按波念，因为才十分钟，你可以当它是复修课。那么你之前呢？你之前是学什么法？用比较长时间修什么法门？静云你啊，嗯，我其实也是学安波念的，只是说我的 focus 会跑掉啊。哦，这样不对不对，你一定要下定决心不让他跑，这才敢的啊、哦，不然的话你不是安波念哈。OK， 静数月，因为你们谁刚刚举手念阿弥陀佛的举手一下。OK， 啊，名词数月哦，你们念阿弥陀佛是，比如说一天里面的半个小时哈、哦，你就复修安波念。就是十分钟安波念，其他时间主修回你的阿弥陀佛，可以这样子，可以了解吗？一个主修，一个复修，这样子就成的了。好，好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同学？没有哈，好的。那么呢，同学，现在还有十分钟时间，师父希望啊，哈，我安排一个年轻跟一个年老的，让你重新跟他讲一遍，你今天学了什么东西，哦。因为有时候你们也怕师父的哈，那么你不大会的话，你告诉顺便你告诉一下，好，就是问一问这样子了，好，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教育的功效。你讲得出来呢，就表示你很清楚知道哈。时间不长，就大概是十分钟这样就好，十分钟或者出一点点就好哈，因为明天还要上班的哈。好，我想知道一下，谁这十分钟十来分钟你都抽不出来进行复述的重讲的，举手一下。所以不大方便的，这十分钟都不大方便的，有没有？没有，好的，那我来安排好。OK， 丽美跟嘉玲，你们是母女嘛，对不对？丽美跟嘉玲，对不对？好，嘉玲，你对你妈妈复述，重新讲一遍啊，然后告诉她今天学了什么，或者她来告诉你学了什么。OK， 好，你们两位进行复述。好，啊你，好，跟麦一点麦，等麦啊。啊，你没有，待会我们回向之后你们才来进行。同学待会回向之后是你在 WhatsApp 里面了、啊、OK， 表示说师父 安排你好，你把麦打开好，我喊到你名字你讲到好，心地开麦讲在，开麦讲在，在慧琴请开麦讲在，慧琴啊请开麦，哎，啊，看到吗？来啊，他一讲在啊，他的那个会亮起来，看到没有？他的名字是慧琴，你是心地哦。待会你在 WhatsApp 找他名字，你找不到的话，你就打说我是心地，慧琴就会找你的了。好啊，慧琴是老菩萨，就让你来照顾哈、哦、啊，你们现在一个年轻照顾跟年老的，好 ，OK， 好，好 ，OK， 静梅讲在，开麦讲在，在 ，OK。全海啊，开麦讲在 ，OK， 他开不到麦哈，好，全海，请你举手，全海，你开不到麦，你举手，看到吗？全海是他哦，看到吗？静梅看到他吗？嗯，好的，啊，记住他名字哦，过后呢，你跟他进行复述 ，OK， 好的，好，敏慈，到，啊，在哈，好的 ，OK。好，就名词在，然后我看一下，就燕长，啊，开麦讲在，在 ，OK， 好，名词你跟燕长进行复述 ，OK， 好，好，好的，好 ，OK， 好，接下来怡晶，在 ，OK， 就是数月，在，啊，你举举手，你没有开到麦，举举手 ，OK， 好。啊，怡晶就跟素月进行复述，好啊，素月跟鼎翔一起了，好，通过 WhatsApp 直接 call 他们这样子，好，好来，接下来就是荣康，
哎 ，OK， 好的，秋娇，啊，在 ，OK， 好的，就你们两位进行复述，复述意思是讲什么呢？今天学了什么？重讲一遍，好，那你不会讲，你就看着画有重点的，这样讲一讲，这样，然后你不明的，就顺便可以问一问看，到最后问不到答案的话，就要问回师傅了的嘛，好，好，接下来我再看一下，谁还没有安排到的？慧琴还没有安排到，对不对？丽美有安排到，对不对？丽美有哈，好，秀燕有安排到你吗？秀燕没有哈，好，秀燕请开麦讲在。啊，在老师，师傅在。好的，慧琴，好，请喊在，慧琴，好，看到吗？有个慧琴哦，啊，可以讲话了，在。OK， 好，看到吗？好，好，秀燕，你跟慧琴进行复述，看到吗？好。啊 ，OK。OK， 好啊，看到记得名字哈，好的哦，啊，记得待会啊，对，就是这名字看不到一位，所以同学你 WhatsApp 你注册 WhatsApp 的名字啊，跟现在一样的话，他好找你，不然的话你待会就 WhatsApp 写我是秀燕，那么慧琴就直接按下去你的名字就 call 你就对了的，好 ，OK， 了解哈，好的，那么呢就我们就进行回向，来同学请个掌，好，可以开麦。跟师父一起回向开麦啊！我们学佛之后呢，会有内心有力量的。我们回向，愿功德